兄弟们下午好啊，欢迎兄弟们收看大地直播。今天给兄弟们录制一下这个左叠炮的布局啊。左叠炮第一步，红方走炮二平五，左叠炮呢黑方首招进炮保中兵啊，兼顾这个炮二平八左炮风车，所以称之为左叠炮马二进三，然后炮二平八这左炮把车封着了，红方啊直车出不来，出个横车啊也无可厚非。黑方九九进一，红方车一平六，黑方九九进一，这个卒肯定是不能让他过河呀，顶掉。然后黑方顺利的啊，这个棋其实也可以完全考虑啊，这是古朴拟定的招法啊，咱们就学习其中的精华，去其糟粕，这个是可以考虑不顶啊。然后红方进车准备压马了，黑方进车吃象，这象不能给很大呀，这底线要漏风了，也是飞象，那双炮保着象的问题不大。黑方马八进九，红方车六平八，准备压马，黑方不理，马九进八，红方炮八进七，黑方进。红方马退窝心踢马呢，然后马六进八，马六进八就很厉害了，这卧槽杀棋呀，平炮准备退炮，黑方将退炮挡，这退车很顺利的把象吃掉了，这底线闷杀呢，为了解杀红方马五进七，然后黑方车一进二，红方啊守住兵家要道，也准备这个来点攻势杀底士将军，然后黑方炮将上士分炮双炮无电子上士解杀，黑方车九平六杀士，杀士吃炮啊，红方啊出车也想着这个吃底士啊平车将啊，啊车六平五将军啊，有点反击手段，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黑方进炮将军双炮无电子只能上帅，然后这个黑方杀一将吃掉，黑方平一将只能进帅退炮一将，这样非常精彩的连杀，黑方就获得了胜利。这是来自于韬略元基啊，清朝的古谱啊，希望兄弟们能够喜欢，喜欢的点击转发评论，谢谢兄弟们啊！这是这个左叠炮，左叠炮的布局，咱稍微的往回回一回啊。当然这个还有这个红方，如果这个开局啊不出车呀、啊，走这个马八进七的变化，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兄弟们这个一一介绍了，我给兄弟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左叠炮的这个破解之法啊。如果这个红方啊，就是黑方的左叠炮的破解之法，这左叠炮也曾经风靡一时啊，这个想不出破解之法，认为确实很厉害啊，这左叠炮黑方首招这炮八进一啊，保住中兵，然后这个当这个黑方走炮八进一啊，红方应该很敏锐的意识到啊，黑方要左炮封车了，马上就要这样了，右炮左移了，然后我们可以走一个马八进七，你平炮吗？我们进炮一 C， 这个棋这个黑方马上就很尴尬了，这个马上正马打炮飞象打炮，这个很难受很难受，这一个炮可以说把这个黑方的全盘子力全部弄瘫痪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破解左叠炮的这个，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局啊，还要经过这个非常复杂的啊中局和残局，但是这是经过研究的啊破解这个黑方左叠炮非常有效啊而且这个厉害的招法啊，今天就为兄弟们介绍到这里啊，希望兄弟们喜欢啊，喜欢的点击转发评论，谢谢兄弟们，拜拜。